我听到幽冥深处传来的呐喊。是谁召唤本大爷？不知道我正忙着打造神兵吗？啦啦啦！找到晶晶了吗？此心从未彷徨，片羽也能卷起风浪。谁在叫我了？哦，是你啊！哼，请多关照呀。让猎物痛苦的死去，是我的忠诚。编号9527军人向您报道。问我是谁，你是不会得到答案的。越发红亮了呢。看起来相当美味。我将守护陨石切的一切，拼尽生命。啊，这次是你要来侍奉我了吗？让猎物痛苦的死去，是我的忠诚。怕怕，还是有危险。九尾的力量，不是用来毁灭，而是用来守护。既然相识，我不能背叛。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而已。
这次是你要来侍奉我了吗？毒液更加浓烈，你跟我一样享受孤寂吗？来，和我一起为这世界祈福。退散！我会好好保护同伴的。余音无量，万民心脾气。我愿与你同生。去吧，胖子。更快更强，追求更完美的自己。